还愣着干嘛？带着他们走啊！你带兄弟们先撤。是，兄弟们，撤！尊驾又是何人？温克行，鬼谷谷主。嗨，这本来是个秘密。 你这么公然叫出来，可是叫我为难了。温谷主，你来的正好，纵然阁下不来，我也要拜访鬼谷，向阁下索要一样东西。<笑>本座是不是听差了？我没取你性命，你胆敢向本座讨要东西？<笑>温谷主，别再装神弄鬼了。你坐井观天太久。 当真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只身杀入晋州，劫此要犯。你当天窗是什么地方？阁下行踪已然暴露，大军须弥变质，你就算武功再高，也不过是单枪匹马。谁说他是单枪匹马？程亮呢？我已将他护送到安全地方。放心，如此，我们兄弟俩便可放手一搏了。温可行。 你搞什么花样？你都知道叫我一声谷主了，本座身为三千恶鬼之首，怎会做单枪匹马来救人这么没牌面的事情？撤！快撤！ 弟子毕兴明，参见庄主。弟子程子辰，参见庄主。弟子参见庄主。师兄，韩兄弟临死前，曾将这些孩子托付给了我，我自作主张，将他们收归门下，能把他们列入四季山庄门墙，是韩兄弟毕生所愿，亦是我之所愿。 四季山庄不消二弟子温克行，参见庄主。